就是说有一个现象，很多人都喜欢穿那种那种乞丐的牛仔裤，就是说裤子有窟窿啊，那些什么的。请问师傅，穿这种裤子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吗？越来越穷。越来越穷啊，过去叫富贵衣，就是破破烂烂的。其实它其实这叫返祖现象啊。啊，你说说看，过去穷人变成现在的富人，谁现在裤子他就穿了破破烂烂、嗯、啊，你去看有一个大明星就是喜欢穿这个，跑到我们澳大利亚来穿得破破烂烂，后来回去就抓起来了。嗯，有漏啊，后来偷税漏税啊，被罚得很厉害、嗯、因为什么？他穿的裤子都是破破漏漏的、嗯、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穿有讲究的。嗯嗯啊，很多东西都是预示的，你穿什么衣服你接下来就预示着你的命运啊。你穿得很富贵你就富贵命啊，你穿得很破烂的，你这个人就烂命啊。这还不懂啊？你说哪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就穿得破破烂烂的？嗯嗯，是师傅说的是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、啊。这种东西很简单的道理，现在人都不懂。啊，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。